的。shit， 蛋糕，什么事呢？安哥，你没事吧？要叫 ambulance 吗？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啊，安哥，你是谁？怎么你那么面熟的？你认不出来吗？我是未来的你。不可能，我那么帅。都是因为你，你看我现在周身债，就是为了还清你这个、那两，还有里面的那个东西。哇，连我现在都没有钱去剪这个头发，没有钱去吃饭，没有钱去买衣服，都是你害的。连你手上的 iPhone 就要换成这个啊！都是因为你一直花这外的钱，我的钱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你这个笨蛋！呀、yeah! ！